前几天相亲对象突然找我，告诉我以后别联系了，我回家把刘呆呆骂了一顿，后来发现是个误会。您好，这咋还不接电话呢？这一天。人在哪呢？还生气呢？别生气了，行不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刚才莫名其妙没整明白咋回事儿，然后跟你急眼了。你看小时候一喝这玩意儿就好，现在能不生气了吗？你一个这样，你就想打发我招财？你咋想的？哎呀，这哪能啊？你看，这位呢，行不行？下不回聊，玩儿呢？这位不生气了吧？跟我走吧。去哪？回家，然后带你去个地方。去哪儿啊？上浑南，朋友有个房子，正好说这样上外地了，空着呢。你还想给我撵走呗？没想啥呢，刘呆呆，咱俩一起搬过去。他那房子大，我有个屋住，不然的话，差我这身体啊，再就睡两天地板，找对象没啥用了。过来，嗯，哥，我跟你讲，我前两天偷摸给你买点东西，等到到了，你还不不？你滚！你滚呢，刘呆呆！害羞别害羞啊，人到中年，老妹儿懂你。